什么什么代言人头像框可以免费获取。今天我和学姐登录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这一重大福利，小伙伴们快去抢，这可是官方大大给我们准备的惊喜，共有10个头像框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点个转发，让更多的小伙伴们都知道这一官方大大发的福利。我们看到每个头像框代表的每一个代言人，他们头像框的名字都不一样，小伙伴们不知道你喜欢谁的头像框呢？你心目中的那个 idol 究竟是谁？小伙伴们可以评论在评论区，让我看看我们的 idol 是不是相同的一个。猛虎妹子的头像框叫猛虎妹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读错杨芷，她的头像框名字叫杨家宝，下来就是我们的易涵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伙伴喜欢易涵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，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个人。可爱的半拉头像框叫小考拉，非常的萌萌哒。小伙伴们，蜜糖头像框叫糖果团，最后一个小姐姐名字叫旧城，她的头像框就叫旧城。那看完了10个代言人的头像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领取的是哪一个代言人的头像框呢？现在我就要揭秘，我领取的究竟是谁？在我们领取完代言人头像框以后，会收到相应的邮件，在邮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。我领取的是易涵小姐姐的头像框，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伙伴跟我领取的是相同的 idol 呢？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哟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